大家好，你好，今天我们玩的游戏呢，叫做僵尸游戏。谁的僵尸？我，又是他输了。他是，我真的没有。啊，好香！来，亚轩，你带这个吧。他带就带吧。不是，他不是我陪他走，不是，他是真的是，他是真的是。我真，我发誓，我发誓。来，你们哪一个人把他引到中间去？帮我擦一下。我发誓，我要是喷了香水，我叫我们家擦一下。真的你。看那个我肯定看不见，是几？那你自觉就好了，是几？自觉闭眼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小小二郎，你的书包上学的。哎呦！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安静。是谁？是谁？赫尔就是赫尔，牵着我的是谁？赫尔，我没有看他，就是有好多你闭眼啊，妈，小马，他都看不见。小马哥，这是谁？走，小马哥，撤。我算输。然后这样去抢一个，小马哥手没那么嫩。开始计时，3分钟。3、2、1呢？这肯定是个零号球。这有人吗？有。哎，你杀到我了。那换，来，慢慢说。来。哇塞！兄弟们，分开捕食。这谁？六儿，啊，吃到了，怎么这么快？哎、他没咬我，他没咬我，哎呀，咬不到我，咬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跑了，你抓到谁、你刚抓到我，我就跑刚那去了。直接分开了，脱鞋了，听到没？脱鞋了。哎，上沙发到了是不是？张队员在这儿，那边这边肯定在这边。我从右边走，我从上面。这谁？我。是吧？哎，好，大哥，有吗？我。这是谁？我们去抓小马怎么样？有我的判断，小马应该在。他肯定在那个电视那儿。对。好，鞋脱鞋，肯定是小马哥。啊！这个人。我是我，这边这个沙发，这个沙发绝对的，这个沙发。我们不是有技能吗？安静，静啊！啊，张志远，这肯
Rangers。我是这样的，五个加五个再加十点多少？再加我一，我要这么接。一分喽，这个地方我们能带一分钟，那就看你们喽，对吧？让我来，我给你们带一分钟。三二一，分开啊！我们怎么分的？往前走。不在。先往最前面走啊！往前面走。没有来，没有来是谁？他们去哪？我们得站一排。这是谁？我。没有人吗？我感觉他们眼睛都没有。哎，我看看。我肯定藏在左边。对，先躲起来啊！哎，我就说。还有20秒。哎，有人有人，我踢到了。下面吗？对，下面。哎，喂，谁？马兰杰。哎，马兰杰，我踢到他了。你不让我想比赛，骂我来吗？谁给我来一下？在哪儿？哪儿？这儿。好了。谁？马兰杰，我咬了一口就。哎呀。咬到了吗？咬到了。五，我又在他了。哎呀，没有。三二一，去。干嘛？干嘛？好的，那么我们本局比赛的那个游戏王呢，就是我们的浩翔。浩翔，交流一下你的获奖感觉怎么样？安静就好，就是大家就找不到你了。啊，好，哇，说得好，感觉他在记住这里的声音的感觉。那再来一把吧，浩翔当那个。哎，我觉得可以。可以，可以的，真的吗？对，让他一直刷吧。漂亮。3 2 1，为啥呀？我真的，我动都没动一下。你说不是安静就行吗？你这个太没技术含量了，太没技术含量了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
有声音了吧？安琪，我不知道谁在提到了。来，安琪发出声音了。刚刚谁是不是？来，我们回放一遍。三、二、一，走起！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声音。味儿，香。它那香水味。哦。姐，你被谁推了一下吗？没有。真的。啊，我站到后边了，站到后边了。是否能无限跳舞？对。